谢谢各位的酒了吗？差不多了，也喝了。OK。平衡的写完了吗？有。写完了先给我。我写的是什么 ？OK。各位在这一次的作业上面，原则上都写得很好。那中间呢，有一题，最后一题，好，谢谢。好像只有陈佑写，对不对？是不是？好像只有陈佑写，陈玉也没有写，然后志杰也没有写，对不对？好。这一题有几件事情哈。第一个就是，硫化铁这个东西。它会二硫化铁这边，它会变成这个东西，二氧化硫，对不对？然后二氧化硫呢，它会变成亚硫酸，对不对？好，谢谢。三氧化硫。然后三氧化硫都再加水以后呢，它会变成亚硫酸，然后再最后形成硫酸。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下面，它是问说有100公斤的煤炭，那问题就是说100公斤的煤炭有多少的硫化铁，所以这个东西它是有百分之多少？5%，对不对？100公斤乘上5%等于5公斤，对不对？是不是？那5公斤它等于多少摩尔的事情，对不对？是不是？谁又算出来多少？8.16，8.2。对不对？是不是？是。8.2摩尔，然后根据它的这个反应式，它会产生乘以二是16.4摩尔的二氧化硫，对不对？按照方程式来讲，硫化亚铁就是黄铁矿，黄铁矿里面100公斤的煤矿含5公斤的黄铁矿，对不对？那5公斤的黄铁矿，它跟氧反应以后会产生2倍的二氧化硫，对不对？是不是？
然后5公斤的黄铁矿是8.2摩尔，所以说二氧化硫会产生16.4摩尔，对不对？有没有问题？好，那16.4摩尔的二氧化硫会产生16.4摩尔的16.4摩尔的二氧化硫是多少？多少重？32+32，64。这就是二氧化硫的质量，对不对？是不是？我最后的做法是用 SO2 加上 H2O 会变成 H2SO4， 这个东西我是用这个的摩尔数加这个摩尔数等于这个摩尔数，对不对？1:1:1，对不对？是不是1:1:1？OK， 好，那既然1:1:1的话，这边有它的质量，对不对？是不是？好，这边也有它的质量，对不对？是不是？然后这两个质量加起来一定要等于硫酸的质量，对不对？是不是？这边有一个观念，好，这边有个观念。如果说你说这边是一，这边是一，所以 SO2 比上硫酸等于1:1，所以硫酸是多少摩尔，然后乘以98克摩尔，所以说是等于硫酸的质量，乘又是这样写，对不对？你是用硫酸的摩尔数乘以98，是不是？硫酸摩尔数等于是那个，应该是啊，对啊，对不对？对。好，为什么这个观念需要做一点点的，不是说修正啊，做一点点的补充？为什么？是因为二氧化硫到水里面以后，它会变成硫酸，所以应该是二氧化硫的质量加水的质量，这个时候才会变成硫酸的溶液，对不对？这种观念就跟氯化氢，如果说是气体加上水，它会变成盐酸溶液。请问，在这样的状况下面，我们以这个式子来看，这边一共，因为这边其实要加的水，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但是呢，我这边已经告诉你说是水溶液了，所以说我这个水就可以不必写出来了，对不对？了解。
吗？所以这个的质量，请问应该是怎么算？是不是应该这个的质量加这个质量等于这个质量？按照质量守恒定律，有没有问题？依照质量守恒定律是，氯化氢气体的质量加上水的质量等于盐酸的水溶液质量，对不对？这一点没有问题。实际上也是说，氯化氢的气体溶解在水里面以后才叫盐酸，对不对？是不是一样？你二氧化硫的气体溶解在水里面以后，它才会变成硫酸，了解这意思吗？你用反应系数比去算出硫酸的摩尔数乘以硫酸的分子量，最后得出来它的质量，乘用量算没有错，但是观念上面需要做一些些的导向，我不敢讲修正，了解这意思吗？四位了解我，了解我在说什么吗？任何的酸，不管是硝酸也好，硫酸也好，盐酸也好，这些都会导致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它们这个东西要溶在水里面以后，它才会变成所谓的酸的存在。我们说过，请问这三个是分子化合物还是离子化合物？分子化合物啊，分子化合物，请问能不能叫做酸？分子化合物会不会解离？不会。不会。所以说你只能说这是氯化氢，这个实在很难讲它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下面，既然是分子化合物，它一定要在水里面，它才会形成所谓的有氢离子的产生，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这一题你可以用，再讲一遍，你可以用系数比去算出来硫酸的摩尔数乘以硫酸的分子量，最后得出来硫酸的质量。但是比较好的方式是，你用二氧化硫的质量加水的质量等于最后出来硫酸的质量。OK， 了解这意思吗？好。正是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这题有没有问题？来，请各位翻到课本的14-4，自发与非自发性氧化还原反应。请各位翻到表14-1，在400页。表14-1，好，因为我和我的书还放在台北，要到下个礼拜我才能拿回来。
这个表是给各位做什么用的？很重要一点，这个表到底是要做什么用的？各位，我们前面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表，但是前面的内容我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这一个东西在哪里？哎，这个，不是，就是它的活性大小。然后要我们帮忙找一下。啊？然后我们要找一下。在氧化还原应该没有，应该是在前面。应该是在前面。好，原则上我背的除了这个有这一段有问题啊，这一段有问题。来，请各位看这边。当我们讲自发性氧化还原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两个东西碰在一起，它会自己产生反应，叫做自发性氧化还原。也就是说，它的电子会自动的交换或自动的流动。那这种呢，一定就牵扯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要，有人给，对不对？是不是？既然有人要，又有人给，就叫做赢货两讫，对不对？在这种状况下面，我们通常习惯用的叫做氧化电位，在各位的课本的399页那边，399页的下面，在第五章活性序列，看到。那在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总得有个基准，对不对？那这所谓的电动势，所谓的氧化电位，就是我丢电子的一种趋势，丢电子的一种趋势。在这种状况下面，我们把氢丢一个电子出来变成质子这件事情，我们把它的电动势设定为零，就是在各位的399页那边讲说，最下面那一段活性序列剂代表金属元素作为还原剂能力的强弱顺序。
在我们这个上面，原则上我们称为氧化电位，或者叫做电动势，它是一个趋势。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我们把各位请注意哈，因为书上没有告诉你们这件事情，我们把氢变成质子，它丢出一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把它设定为零。然后在这种状况下面，所有的东西去跟氢比，比氢高的就排前面，比氢弱的就排后面。所以说从这边开始，它的电动势都是负值，从这边开始是负值，从这边开始它的电动势是正值，最大的是离，大概是 4.44， 我记得没错的话，最大的是离。原则上我们这边所讲的都是金属，对不对？都是金属。那当然你可以把非金属放进去，但是我们通常来讲的话，讲氧化电位，我们是以金属为主。好，既然这边我们上一次讲说氧化力就是它丢电子的能力，对不对？它自己氧化的能力，对不对？所以它的氧化力会越来越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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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金是最低的，没有比金再低的。所以金去跟谁作用，金都会被还原，对不对？金不会，几乎不会氧化。好，既然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下面，请各位看这边，这个是氧化力，反过来就是还原力。还原力就是得到电子的能力，对不对？是不是？好，那这边的话是金离子得到一个电子变成金，它是最高，然后呢锂离子得到一个电子变成锂，变成最低。它如果说它是 4.44， 这一个就是负的 4.44， 意思就这样子，了解这意思吗？这个通常来讲我并不鼓励各位去背，但是很多老师希望说学生能够把它背下来，为什么？你比较好去研判谁跟谁放在一起会产生自发性氧化还原，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越左边的这个元素跟后面的元素碰在一起，
它就可以产生自发性的氧化还原，所以每在二氧化碳中间燃烧，它会产生氧化镁加把碳还原出来。那从这样的一个电动式来看，镁在碳前面，所以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好了，那铝呢？一样，钠呢？一样，钙呢？一样，钾呢？一样，锂也一样，通通可以跟二氧化碳去产生反应，然后呢，把二氧化碳里面的碳还原成元素碳，都可以。反之，碳后面的这些东西，碳后面的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把二氧化碳里面的碳给它置换出来，而发生所谓的自发性氧化还原。这一些的数据，各位请听清楚，这一些的数据在所谓的手册里面，在手册里面通通是可以查得到的，通通是可以查得到的。所以不管是国中也好，或者是说高中也罢，当我们讲到一个东西，说锌跟氧化铜一起加热，它可以变成氧化锌加上铜金属出来，在这种状况下面，就是你可以看到锌它的电动式是正的，铜它的电动式是负的，在这种状况下面，它就可以有这样的反应发生，而且锌它比较容易产生反应。那请问这两个一起加热，它可不可以发生反应？可不可以？锌加氧化铜可以变成氧化锌加铜，那碳加氧化铜可不可以？可以。所以说它会变成二氧化碳加铜，对不对？是不是？这就是利用电动式去研判一个反应可不可以自发性的发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如此而已。所谓自发性的氧化还原也不过是如此而已。然后这一种电动式，你去查所有的手册，这手册里面都会写得一清二楚。重点在这里，请各位再听一遍。当我们讲氧化的时候，是从锂一直到金越来越小，但是还原的时候，它没有另外一个所谓的还原电动式或氧化电动式，它只有一个电动式，就是把电动式整个正负符号把它颠倒，变成金，它的还原力最强，然后锂它的还原力最弱，了解这意思吗？好。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我们以氢为准，设它为零，其他全部去跟氢比，所以说会有正的，会有负的。那通常来讲，任何时候，在对一个高中生来讲，他不会告诉你他的电动势等于多少，不会。但是呢，如果说他告诉你说一个东西的氧化力，好比说今天镁大于锌，镁大于锌，然后锌跟氧化铜可以作用变成氧化锌加铜，那请问镁可不可以？可以，为什么？因为镁大于锌，对不对？是不是？我只是没有把它的数据给你，告诉你一个事实，然后叫你去做一个研判，这是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能力，你该各位该知道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所谓的氧化电位或还原电位，这种氧化电位或还原电位，我们都称为电动势。那电动势有正有负，原则上我们是以氧化电位为主。那还原电位的很简单，就把它全部负号变正号，正号变负号，把它换过来，就是所谓的还原电位，没有另外的数值的产生。了解这个意思吗？好，这就是所谓的自发性氧化还原的问题。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在这种状况下面就会产生一个叫你去判断氧化剂或还原剂所谓的强弱的问题。强弱的问题，那为什么要看氧化剂或还原剂强弱的问题呢？因为当我们再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就要讲到有关于电池的问题。电池，请各位注意，一定是自发性的氧化还原，对不对？因为它要给你电嘛。如果说你还要给他电的话，那就完蛋了，是不是？各位用手机，那手机里面的电池要供给你手机的电，是不是？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各位可以看，当我们讲说它氧化剂强的时候，还原剂的时候，它一定弱，对不对？我们以一个例子来讲，锌变成锌离子叫做氧化，这边呢叫做还原剂，对不对？铜变成铜离子，这叫做还原。然后呢，这叫氧化剂。这个时候，各位在酸碱盐里面所读的共轭的观念，
其实可以用在这个地方。所谓共轭，其实就是它是一组。所以各位上次写作业的时候都是一组一组一组，对不对？是不是？好，那各位可以看，铜跟铜离子跟铜是一组，然后锌离子跟锌又是一组，这是两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说锌要大于铜，锌要大于铜，要大于铜，锌要大于铜，那这个时候呢是指氧化，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它是氧化，但是呢它是还原剂，所以说它当还原剂的能力比铜当还原剂的能力要大还是要小？大。那铜离子当氧化剂的能力比锌离子当氧化剂的能力要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讲电动式的用处，或者是说如何去判断是否是自发性氧化还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讲这件事情，氧化剂跟还原剂的强弱。那我们上次是不是讲过，不管九宫格也好，十宫格也罢，是不是？这边如果说是氧化剂，所代表的意思，它本身是还原，对不对？然后呢，这边呢就一定是还原剂。那它所代表的是说，它会产生氧化，对不对？跟氧结合，对不对？是不是？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也不过是说什么正啊、负啊、负啊、正啊的这种状况。所谓的正是什么意思？这边所代表的正，所代表的正就是自发性氧化还原反应，也就是说它自己会发生。那好了，当我们讲自发性氧化还原的话，一定会有非自发性的。所以说有些学生是自发性读书，有些学生是非自发性读书，像你说的非自发性读书，我不考试我不读书，我一个学期不考试我就一个学期不读书，我绝对不碰书的。那考试我才读书，我读书是为了要应付考试，这种叫非自发性。啊，有些人呢，就是不管考不考试，他都会按照他进度读书，这叫做自发性。OK， 在这种状况下面，充电，请问是自发性还是非自发性？非自发性，对不对？各位手机大概至少两天要充一次电吧，是不是？不充电的话就没电可以用，但是呢它放电的时候呢一定是自发性，对不对？否则的话它放电还要非自发的话就完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讲自发性的时候，就会牵扯到另外一件事情，叫做非自发性，这是相对的，对不对？是不是？当我们在这边讲说自发性跟非自发性的重点，就在于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一件事情，叫做电池，就是要讲电池。那当我们要讲到电池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一般的干电池，你只要把它
接上去以后，哎，它就会有电流产生，对不对？这是自发性的。各位的手机一打开以后，会有荧幕跳出来，然后这时候呢，电池就供给它的电力，对不对？这也叫做这也叫做自发性的。那这种状况都是叫自发性的氧化还原。然后各位的手机没电了，你到了宿舍或回了家就要充电，这种叫做非自发性的氧化还原。但是有些时候这些不一定会发生，对不对？像一次电池，不管是锌锰的、碱锰的，你充电有用吗？没有用，因为它里面反应已经完成了，它没有那样的机制会产生非自发性的氧化还原。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我们之所以要先去了解这件事情，也不过是为了要知道电池这件事情。所以在115页那边，115页那个表上面所讲的这些东西，各位有个大概的印象就可以了，有个大概的印象就可以了啊。没有人直接会说我把你写出来以后要你背给我听啊，哪一个比哪一个强，没有人会这样做，没有人会这样做。今天看了一个影片，说可以在野外生火，说他用了一个柠檬，在柠檬上面呢钉上了8根的金属钉，然后用导线把金属钉做这样的串联，这样的连接，然后这两端的电线，当它接触以后，就会发生短路。短路所会造成的结果就是热，对不对？然后利用这个热去把纸啊或者草啊把它点着。好，各位请看这边，如果蓝色的是铁，如果蓝色的是铁，就是钢钉，那请问红色的它可以是什么？蓝色的是铁，红色的应该是什么金属？只要比铁大，对不对？是不是？那你可以用铝，对不对？可以用镁，对不对？是不是？好，那
今天铁呢？如果说是用镁好了，镁是不是会应该产生这样的一个反应？然后呢，铁呢？是不是这样的反应？对不对？原则上还可以说得通，是不是？那是雅典。那请问雅典离子是什么来的？如果说这是一个柠檬的话，我只问一个问题，你到野外去会这样做吗？那你还不如说好好带包火柴的，是不是？是不是？所以这个只是那个影片上面所秀出来说，哦，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自发性的氧化还原产生电流，然后产生能量去弄。哎，然后他说，哎，你们去野外可以这样做。说真的，我除非发神经，我才会这样做，对不对？他要带一大堆材料出去，对不对？是不是？好，陈宇跟陈佑礼拜五不在。好，好，两位演员之前礼拜五不要干嘛？不是这礼拜的。哎，爸，爸，我们是下礼拜吧？下礼拜。下礼拜。下礼拜。OK OK OK。所以一定要开。下礼拜五两位不在，哎，志杰同学，麻烦你们想想，下礼拜五你们想讨论。你是在职场？我可能也不在。你可能也不在。不对，我应该不在。大家都看，我应该会在。OK， 好不好？你们讨论一下，要讨论什么事情？就是以前的东西，好不好？不讲新进度。OK， 可以吗？然后礼拜五告诉我，这礼拜五告诉我，因为我也需要准备一下，好不好？好，就这么说定了啊。好。